政治注定集书，关人胆字做只讲书，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经。Hello 大家好啊 ！Hello 大家好。今次嗱，又我 Terry 啊，又我同你啊 ，Terry 啊，雙打。嗱，今次唔係政治。啊，咁啊，我哋就唔講政治住，講翻我哋自己老本行嘅。啊，講翻下宗教。宗教啦，係咪再大家分享下啫？係，即係講真，你就專家，宗教咧，多謝。我咧就唔係專家，我係絕對係業餘嘅啫。喂，點解會有這個 topic 呢？就原因就在於，因為始終喺我 Facebook 又好，或者好多人都係大聲啲，以宗教名義又好，即係不論任何宗教啦，譬如有啊，佢哋有咩道教啊、佛教啊，都會三大宗教用宗教嘅名義去壓落嚟，各執己見，玄學係指係歸佢哋嗰邊，同科學冇啦啦咁樣。係啊係啊，有時係啲人會啊。即係可能要咁樣講啊，要定性咗乜嘢係迷信，因為我解釋咗俾佢哋知咩叫做迷信先。因為如果唔係咧，如果冇呢個迷信呢樣嘢咧，就好容易去套落去任何一個係啊，因為好多人其實佢哋自己係本身係迷信咗，佢都唔知係啦嚇，所以要解釋係要解釋咁樣迷信啦。迷信同你信仰係兩回事嚟嘅，兩回事嚟嘅係嘛？其實因為好似話誒基督教基督徒，絕對一樣可以好迷信，係咪？可以好咁，但係我講如果佛教咧，都一樣有。我見過好，我見過教一樣都好多，都好多迷信嘅，有啲直頭走火魔添啊！係啦，都會開口埋口講嚟三個人問你撞邪。一定要開坦哦，係啊，有咁跟住佛教啫，開頭埋咗咩誒？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咁問題你知唔知嗰句嘢意思就有問題喎？有係啊，佢哋根本又無厘頭啦，又唔知道。我道波輸錢都可以話撞邪啦，係噶，道波輸錢一定撞邪，多數都係撞邪，因為撞邪先到嘅啫，咁係唔會輸噶嘛，係嘛？咁啊就係咁啦，咁所以就會有呢個 topic 出嚟面啦。咁咧就我自己。係嘛？就係、是、非屬任何教會嘅基督徒先嚇，即係離身咗先啦。非屬任何教會嘅基督徒，其實而家好多都係好似你咁樣。非屬任何教會嘅基督徒嚇，係嘛？都可能係我唔知咧，我又唔知道，因為我都好少同嗰啲人接觸嚇。咁就玄學呢樣嘢咧，即係因為睇咗好多啊 Terry。出嚟嗰啲 post 啦，就俾我一啲啟發，一啲思考啊，就對玄學我自己咧就唔係好，即係唔好，即係話皮毛都未到嗰種知識對玄學，但係喺你嗰個分享過程當中咧，我就體會到一樣嘢，就係你所講嘅玄學咧，就好似係啊天氣報。報導差唔多嗰種方式，天氣報告或者係一個哲學咁嘅形式，係一個哲學。盡可能其實就算啲人統計學，就算啲人走嚟揾我，即係嗰啲客嚟揾我都好，我都同去到你真係去到我去到去信仰問題都好，我都同佢講，你信翻你自己宗教，你唔好因為話你，譬如你係天基督教而過嚟，因為我玄學嘅你覺得好似我要拉你上嚟唔關事，我要一定要斬開呢樣嘢。係啊，因為其實根本因為就係本身一樣嘢就係、是。啲人唔理解個玄學嗰個意義啊，同埋個歷史啦，係啊，個歷史，即玄學係有佢個源頭歷史係。如果講翻大家所熟悉嘅，譬如奇門遁甲啊，你嗰啲八字嗰啲奇法，嗱奇門遁甲真係講歷史，真係純粹真係攞嚟打仗嘅啫，行軍打仗嘅。嗯哼，係啊係啊，就算去到三國歷史都係佢都係用用奇門遁甲打嘅。咁然後，譬如我係講算命八字好，你蘇文芳都見到都講得最多嘅。咁拉翻最條線，原本就講易經啦、周易啦，就是、哲學嚟啫嘛，教你點樣處世做人啊，或者係點樣對應事情。然後佢再引申八字五行呢啲嘢。咁如果你再拉上去嘅時候，七正四天星嘅時候，根本係天文學，佢就用天上嘅象嚟代表咗你人去推斷。
你有邊幾個可能性分叉會走路咁樣？係嗰、那個，因為嗰個易經嗰個卦象嗰啲咁嘅嘢咧，其實西方咧國家咧都有個 concept 啊。有 concept 叫做意象制。叫做我唔知道中文啦，即係英文叫做 butterfly effect。哦，蝴蝶效應。啊，蝴蝶效應就係佢哋會諗，哦嗰度會發生一啲嘢，個蝴蝶個起因。起因，跟住咧就喺德州有龍捲風啦，龍捲風咁嘅 concept 係啊，其實同易經都即係全部都類似啦，類似就係你有起因，跟住我哋有過程，過程，跟住就有個結果。係啦，如果你順住呢個自然走勢。咁就結果走到呢度啦。咁問題你可以改變噶嘛？咁啊呢樣嘢，易經就話俾你 ，OK， 如果你順住落，你就咁樣 ending， 咁就提示你有咁嘅情況。咁你之後你知道咗，咁你咪改變咯。係啊，因為個易經個易字咧變字就係變咁解啫，嚇就冇乜特別話嚇咩嘅，冇乜好神化嘅嘢。其實講易經個易字就本身就叫變，叫做點樣去變通啦，係嘛？再你再拆翻嚟講。個逆字就係日同月，日月交替啫嘛，一日逆轉變。嗰個係另外解法，已經係更深入啲啦，已經去到嗰、但本身個字嘅意思，逆字就係、是、一個喐字，就係、是、變喐，係咪啦？就咁解啫。所以根本好多咧，好多無論有時好多宗教嗰個嘅矛盾或者衝突咧，係出於一樣嘢，有時係出於咧。就係、是、我認為啦，就係出於嗰個情感上嘅問題嚟嘅，就係好似咧，我好 attach 我嗰個信仰，形成嗰種情感，而因為嗰種嘅情感嚟對你嗰個信仰出咗嗰個衝突或者嗰、那個抗拒係咪？抗機制嚇、啊，就係問，即係呢樣嘢係我自己認為，所以我話啊要。那個是另一種的迷信、就是因為 你不知道一件事，當你不知道那件事是什麼，但是你就已經抗拒了，已經可以接受、已經抗拒了、好像屌喂，做什麼不肯信耶穌啊，是吧我、不肯信耶穌、那你聽過耶穌沒有，我不肯知道，但我不肯信，那些不是迷信一樣的嘛，那些又是迷信，那一個喂玄學是這些東西，跟你一講，玄學係啲咁嘅嘢喎，跟住之後，咁個屌咁樣迷信係嘛？屌咁又咩睇星星話可以知道你咩黃金係嘛？但係佢冇喎，即係冇，即係完全都唔去思考或者去理解咗嗰樣嘢，接觸未接觸過，就一樣。所以嗰、那個亦都係一個叫做另一種迷信，因為你唔嚇就未接觸過就咁嘅抗拒唔信都係迷信，係嚇抗拒唔信都係迷信嚟㗎嘛。就所以咁啦，所以喺我哋想去理解點解嗰啲人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啦，係嘛？我自己認為啦，我唔知你嗰個睇法係點啦。我自己認為咧，完全係情緒嘅啫，完全係情緒作，完全因為嗰個情感啊，嗰、那個 attachment， 咁嗰個 attachment 咧係點樣形成咧？有一種咧。有一種咧，家庭，老豆老母唔信，自己反叛，因為老豆老母唔信，我要信嗰種反叛。另外一種咧，就係老豆老母信，因為同老豆老母關係好，跟住我又信，盲目跟從啦呢樣嘢。而整個形成咗嗰種情緒出嚟先，當嗰種情緒出咗嚟啦，係咪？咁咧？就開始好多迷信啊，好多嘢都會跟住噶啦，好多嘢都會跟住。好似香港咁樣啦，香港好多人，我細個係嘛，都係黃大仙契仔啦，大部分都係噶啦，唔係黃大仙就觀音噶啦。係啊，肯定嘅。我細個跟住走咗去天主教堂，走去攞領聖餐，跟住同學我都唔知發生咩事咁啊，因為去坐咁樣，跟住。我阿婆咁走過嚟，喂呀死啦，捉咗我走，哎呀死啦，跟住第日即刻走去黃大仙啊，好似慚悔咁樣，坐喺度慚悔咁樣，係嘛？有啲咁嘅嘢噶嘛，即係對嗰啲老人家都會有啲咁嘅嘢，但係呢啲真係絕對係對我嚟講係一種迷信咯，係嘛？咁肯定㗎啦，咁你玄學要俾人嚇、理解，其實都我會俾人。我偏向都係
用科學角度解釋個年理解佢，話俾你知。我唔講任何嘢，其實我都唔會插宗教落嚟。最多咪同你講 ，OK， 你做翻善事，即係做翻好人，或者向善啦。咁其實任何宗教都人向善，即係用我眼中嚟講，基本嚟講係人性嚟噶啦。咁只要其實做個人，做對做人，做人，即係你出個命盤，再掛象，又或者 OK， 你咁樣向善會好，個人會比較舒服啲，個路會比較易行啲咁解啫嘛。我都唔會同佢講話，喂，你條命唔得喎，或者可能你唔得，你一定要信阿耶穌，你一定要信阿釋迦牟尼，冇可能嘅啫，大佬。如果咁樣搞法，我諗我個個宗教我都唔肯點。係啊，係啊，所以喺理解玄學或者理解任何啦嘅過程裏邊咧，就唔好先第一樣嘢學，唔好第一樣 reject 咗先。reject 咗先，因為萬眾嘅 reject 就即係迷信㗎啦，係嘛？當你一個宗教好似基督教，成日都話：哎呀，唔好迷信。但係佢自己就已經係一個迷信嘅地位裏邊，叫人唔好迷信，係咪？即係我覺得，即係對我嚟講，對即係啲人點解唔肯信耶穌咧？唔肯信耶穌咧？呢、這個好簡單一個道理。你老尾，你叫人唔好迷信，你咁撚迷信，你叫我信耶穌咁啊？咁sorry 咯，係嘛？即係有啲似香港嗰啲嗰啲政治咧，政治嗰啲政治咪話唔表，我唔表態喎。你其實唔表態都係一種表態。係啊，表態都係咁表態啊嘛，即係嗰種嘅情況咯。咁啊，我哋點解再講下基督教先嚇？冇啊，再講基督教。基督教啦，我中意講聖靈啦，阿烏喺度啦，講聖靈。耶穌咧教我哋點樣祈禱咧？耶穌係教我哋點樣祈禱咧？就係、是、叫我哋用心靈同誠實去祈禱嘅，去敬拜神啊嘛。心靈同誠實去敬拜神。这个心灵是什么呢？ OK， 重点很多人呢心灵咯，心灵咯，咩即系冇人呢去尝试去理解这件事的。我自己呢就比较腌尖啲啦，是不是？即系口味比较重，咁呢就走去真的要找书了。咁我找到这本书，其实真的我觉得是，如果你说要很神化性呢去解释呢，我覺得可能真的是上帝的旨意來的。OK， 很神化性的話，我可以說是上帝旨意讓我找到這本書。因為我在尋求一個答案的時候呢，心靈是什麼？這本書沒寫說我選特首。沒有，不是上帝旨意，上帝旨意叫我選特首，沒有教我做特首。沒說笑。那呢，這本書呢就讓我找到，跟著我就看啦。當然他講了一件事，就是人的情感，心靈。心靈是怎樣來的？心靈其實都是那個情感出來的。那個情感出來，那是怎樣出來呢？就是有四個主要元素在我們的腦中。這四個元素呢，就是你剛才查的中文叫什麼？這個叫 Serotonin 血清素。 Serotonin、Dopamine、巴多芬、Oxytocin、Oxytocin 使用嘅都安多芬，安多芬係下另外一個。哦 ，Oxytocin 等先啦。跟住有個 endorphin， 安多芬係有啲四個元素嘅。其實啊，好多人有 depression 咧，好多人有 depression 咧，都係同 serotonin 同 dopamine 有關嘅。Oxytocin 就係嗰啲催產素啊。催產素，催產素。OK， 咁咧，你搏唔搏嘢咧？就好多事係同 oxytocin 有關嘅。Oh shit！ 係嘛？我以為同土地有關啊！你咧，所以啊，嗰個係當個係啊，尤偉晶，尤偉晶啊，嗰個所以佢啊 oxytocin 太勁 ，endorphin 咧就係啊動物質啦，中意做運動，中意做運動，嗰啲人咧就嚇，即係 endorphin 咧係可以俾到佢呢樣嘢，咧做運動可以增佢。即係所謂嗰啲人話咩發揮精力㗎，係即係嗰啲超精力啊！我需要呢樣嘢。俾多少少解釋就oxytocin 啊，佢叫催產素，即係催化劑嘅，就係某程度上，將你嘅情感嘅催化劑。咁之前講緊嗰個點啊，個巴多芬啊，dopamine， 芬啊，佢係一個運輸工具嚟嘅啫，即係將你個將個催化劑運出去。譬如你人類產生興奮，即係好似之前我 friend 咁啦。成日啱啱識條女，但係冇近冇幾耐，跟住話：哎呀，好撚中意佢啊！我係想追佢。我成日都同佢：你腎上腺素上升啊，打多兩次飛機你冇撚嘢啦，你冷靜落嚟㗎。就因為你 high 大咗，你腎上腺素
就有咗呢個巴多胺就運輸上你個腦。呢樣嘢我認同嘅。係。你認同是什麼多噴文上腦是不是你多噴文上腦就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咯你這是所謂香港人說的谷精上腦是谷精上腦你就因為有了這塊東西巴多胺就暈了就谷了上去是的然後你再加個催產素催化了它跟住其實這本書呢就講到這本書是 focus 的人有 depression 的這本書所以這本書有沒有中文版的沒有自己翻譯嚇，自己翻譯嘅呢本，所以呢本書咧叫做《快樂的腦的習慣》。係啊，就係要快樂嚇，習慣快樂的腦啊嚇。哇！呢本書要我翻譯啊，真係摧殘我腦咗。如果你講 depression， 其實抑鬱症其實我哋玄學上面都有個統計話，譬如你偏向某一類型嘅人咧，會比較容易有抑鬱症或者容易有精神病，亦有可能可以。因為我哋有一類有一批係。譬如某啲字型，我哋叫字型啦，即係兩個同一生肖，譬如所謂害害症，豬同豬年天蝎座，或者係豬年天蝎座，或者係或者響夜晚九點十一點出世嗰啲叫害害字型嘅時候，我哋就會我會偏向為容易有抑鬱症，因為水主智慧，咁你智慧多，情感多咗，情緒容易低落。咁譬如神智型嘅時候，譬如即係龍年嘅金牛座，咁咪容易迷失固執嘅時候，可能會有狂躁症、狂躁症啊，或者自閉啊嗰啲啦。啊，係啊，即係其實都喺有統計喺度，有個統計其實喺如果譬如對我嚟講咧，五千年文化裏邊嘅統計啦，我哋其實有一種。有需要有一種嘅比較，我會即係唔知會唔會啱唔啱用呢個字，比較謙虛啲嘅態度去睇呢樣嘢，佢啱或者唔啱都好啦，係咪先？都我哋都係叫做一個知識嘅有一個大象，有知識同一個文化流傳咗五千年都未俾人踢得走嘅，都已經有佢存在的，肯定噶啦。係咯，呢樣嘢就更加係啦。但係譬如話，當我哋去判斷一啲嘢嘅時候啊。就好似你頭先講，谷精上腦啊，打個飛機搞掂啦，唔好溝女嗰陣時咧，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或者喺所有我哋嘅情緒上邊發生嘅嘢咧，喺我哋都會形成我哋嗰個宗教嘅取向，都會形成我哋嘅宗教取向嘅。好似一舉例子，好似如果。當我接觸佛教，嗰陣時 ，serotonin 同 dopamine 或者念經嗰種嘅情況咧，你令到刺激到你 serotonin 同 dopamine 上升，咁你入到嗰個環境嗰陣時咧，你個人咧咪好 calm 咗咯，咁啊 depression 低咗，咁呢個咧就會形成你以後咧個腦咧就會一有就會去陰頻。就會去叫做另一個作者叫做 Napoleon Hill 咧，佢就叫做呢啲叫做 auto suggestion， 自行選擇，自行選擇 auto suggestion 嘅啦。因為當佢聽到啲音樂呢兩樣嘢升咗，咁佢個腦咧就自動咧噗入咗去，呢個啱啊，係咪？有啲人入到 church。一結哇咁大個十字架，跟住再聽堂道，再有條靚女，一拍即合，係咪？搞掂，跟住成個感覺又係 serotonin 都不明上升，搞掂。Auto suggestion kick in， 以後咧呢個就變咗係宗教，佢完全咧就唔會去理性咧，唔會去理性將呢個宗教去分析噶啦。好難啊！有個回教一樣啊，回教。即係啲好似頭嗰個時間人物地點咁啫。呢啲全部 kick in 咗之後咧，嗰個第一印象啦，可能叫第一印象啦。即係我見到條靚女，我都唔會點分析㗎。即係啲人就上啦，咁係嘛？啊，唔係不過炒呢啲就講真，有時你去到一啲教會，譬如話一個尤其是天主教嗰啲，你見到咁宏偉啊，見到咁 grand 啊，跟住嗰個講得咁啊，即係講得咁啊有 point 啊咁樣樣。嗰一刻你係。嗰一刻你係會感覺，你係會係入咗去噶嘛？係啊，咁其實佛教都有啊，佛教都有佛教嗰廿度啲大廟啊，大嘅，然後寺廟啊，一入去啊，哇！嗰種雲閉成個大佛動咗喺度咧，
跟住咁樣咧嗰啲。我如果咁，你呢個如果其實如果你用玄學解釋，或者風水環境，你入咗一個環境，令你好舒服，即係變咗有嗰個有和平，有和平。你入咗去平即係你入咗去，你話個環境，你住屋又好，或者自然，你覺得佢舒服就，你依賴性強咗，你會想從。keep 住喺個 stay 個位，重複嚇，重複嗰、那個係啦，啊重複嗰個動作啦，係。所以如果要理性分析，係咪？嗯。話誒，玄學係假嘅，譬如話嚇，哦，玄學係假嘅。咁 OK 就好簡單一樣嘢啫。你做一樣嘢出嚟，因為 A、B、C 啦嘛，係咪先？你講 A， 跟住 B， 跟住咦 ，C 冇料到喎，跟住之後再第二次 A、B、C， 誒 C 又衰咗喎。唔啱喎，就係呢啲就係叫科學啫嘛，係咪？好似變咗，如果唔可以將某樣嘢準時，即係用同樣嘅判斷方式，係咪？大家一陣，大家都攞呢一套，大家用判斷方式去做呢樣嘢，咁啊即係你迷，唔係我迷信啊，係你迷信，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係嘛？係咯，所以我哋就大約就今次講大約啦，即係大家等大家知道。玄學同宗教係冇抵觸，根本冇抵觸嘅。因為太多人就成日以為就又互相抵觸，會因為又 OK， 又真係好多人啦。不論尤其呢度人，我接觸比較多就是，大部分嘅基督徒就覺得玄學就一嘢就撥咗落去道教同佛教呢樣嘢。係啦，即係對咗上帝嗰樣嘢咧，即係譬如好似我對我嚟講啦，好似我睇玄學就係一個統計學，嗯、有 A、B 跟住 C 嗰，跟住佢話：，誒、哎，你同我搞掂點樣睇啊？一啊，譬如話點樣睇我，跟住會點點點啦，跟住我為你思，你會咁樣嘢發生喎。跟住嗰個最後咧，都係我決定要唔要攞個思嘛。嚇，要唔要攞個思？但不過你思嘅同時可以有思一到思十噶嘛。係啦，咁我喺嗰度點樣去取捨咧？取捨點樣去面對我自己人生？不過好似話基督徒咧，就有一樣嘢，如果譬如話基督徒真係想去了解玄學咧。我亦都會有個警惕俾佢哋知道，嗯、就係、是、咧，無論所有呢啲嘢，基督徒有樣嘢知道，唯一一定要知道，其實底啲嘢都唔使交你去噶啦。唯一一樣嘢要知道，嗯、就係、是、最後操控宇宙嗰個咧，我哋認為一定要認，我哋自己認為操控宇宙嘅咧，最後都係上帝。嗯、即係基督徒冇咗呢個原則咧，就錯啦。但係當佢去只會唔去理性分析任何其他嘢嗰陣時咧，而去淨係攞本聖經嚟答咧，咁嗰啲就唔啱嘅。但係我哋即係我自己睇法就係、是，我哋理解最終個選擇權係喺上帝度，最終係啦，嘅所謂嘅即係自由嘅 free will 咧，就喺你手。係啦，咁你因為你好似玄學就係一個統計學，就係你將因為你以前。有呢啲咁嘅嘢，咁發生呢啲咁嘅嘢，會發生呢啲咁嘅嘢啊嘛。咁呢個係一個統計，咁嚟推算到呢度。但係我哋做基督徒就係知道，就算我有呢個掌握啫，係咪？但係最後上你掌握都有個限度嘛。限度啊嘛，最後都係喺上帝度嘅。但係上帝點解可以俾到人有呢啲咁嘅智慧咧？係咪先？因為人都係上帝做噶嘛。係。係咪？上。人都是上帝做，而上帝俾到人呢啲咁嘅智慧，對我嚟講啊，對我一個唔翻教會嘅基督徒嚟講，係覺得呢啲咧係上帝俾人去，好似你要用，亦好似你出世要攞隻手去攞嘢食嘅動作一樣啫。你可以攞叉攞筷子，係啊，你咁樣係咪？你根本係一個與生俱來嘅其中一樣嘢，一種知識或者一種智慧。俾咗人類，咁你哋只係需要掌握啫。但係最後信靠嗰個咧，我哋都係知，都係喺上帝，因為我哋知道最後都係喺上帝掌握啫嘛，就係咁多啦，係嘛？就唔使話真係要咧聽到人講佛經啊，或者聽到人哋講算命咧，就即刻有嗰種起曬槓嗰種咁嘅。好多人都係咁。係啊，真係有種即刻有種抗拒咯，唔好做一個迷信嘅基督徒。好似你都唔會做一個迷信嘅玄學師啦，係咪先？就咁解啫。咁我哋暫時到呢度先。太深入，有啲人未必明白。係啊，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係咯，拜拜。好啦，拜拜。